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咁啊翻到嚟玩《绝巴三 Plus》。咁而家角色就去到四呢噶啦，咁啊 CP 值有已经去到800。咁啊，而家嚟打一个系喺街头上啊见到个人物啊，咁啊叫霸王别 J 喎。咁其实系啲玩家嚟嘅，咁啊。佢可以設定咗啲人喺嗰個街頭上咧，就俾你哋去對戰噶啦。咁啊，對方有三隻啦，我哋都有三隻嘅，三對三嘅，一對一對戰。咁啊，對面有 CP 值206啦、400啦，同埋1977。咁我嗰邊就勁好多啦。咁啊 ，CP 值有839啦、800啦，同埋2406。咁會打依個三場嘅三盤兩勝制。好，滿分啊！截停佢，一腳搞掂，先贏一球。好，咁啊，自定角色啊，单对单。好，又系满分。好，过到去啦，入埋。好，咁啊最尾啊，小志强对梁仔，好又系满分喎，今次，好直入网，咁啊赢晒三球啊，3-0。咁啊，赢咗之后咧，可以睇翻过往啊，头先对赛嗰啲加成啊，嗰啲能源啊、类型嗰啲角色强度都可以睇翻。咁打完之后咧，嗰三位派上场嘅角色咧，都会增加呢个经验值嘅。咁如果想改翻嗰三個角色對賽嗰陣個陣容咧，可以去翻我的隊伍組織啦，又或者頭先對賽之前派上場再改嘅。咁可以改翻三位，咁我派翻依一個啱啱打翻嚟嘅角色強度 CP 值有1009啊。咁啊，而依个自定角色咧系冇办法换出嚟嘅，佢会锁定咗嘅。如果是但揿一个咧，佢就话不能将自己移出队伍啊，咁啊逼住一定要有一个系自己，再加两个自己打翻嚟嗰啲都得。咁另外咧可以有球员抽嘅，
咁例如呢张邀请白金商家好，咁可以抽翻个 F 级嘅亚洲啦、大洋洲嘅球员，咁啊随机获得嘅。咁啊 CP 值有802喎。我仲有另一張白金商家好嘅，又係抽亞洲同大洋洲，咁啊今次位置係 MF。咁啊 CP 值都係847，咁都係800左右。咁見到下面咧交流報酬啊，咁有邀請七黑商家好，咁啊都係累積噶啦，咁啊每次打指定的球員都會增加，咁啊累積滿咗之後就有依張道具，咁啊好似頭先咁樣再抽，咁啊唔同球員有唔同嘅券俾你抽嘅。好，咁今集玩到呢度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